在经过了两个月的生死搏斗之后呢，终于在本周迎来了亚洲区的比赛。那届时呢，将有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顶级歌手前来挑战。而在本周东方卫视《声动亚洲》中迎战的选手呢，将是天籁之音霍尊。每次在准备比赛的后台，霍尊总是显得轻松自如，不时地找其他选手聊天，交流歌艺。我是我那边有两首歌非常喜欢，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我很厚脸皮的来问一下。哎呀，真好，是吧？谢谢谢谢，真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所以以后有空可以多交流一下。霍尊爱不释手的拿着831赠送的专辑，模样像极了追星的小粉丝。都是原创的，对呀、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出专辑？我来钢琴。赶快出，赶快出，快出！而这个大男孩却有一位在乐坛颇具特色的大胡子老爸霍峰，可能源于遗传，所以霍尊的音乐造诣极高。不过霍尊却与明星父亲粗犷豪迈的演唱风格大不相同，独特的导式唱腔更是在声动亚洲的舞台上唱出一片天地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而闯进亚洲赛区的霍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？导师唱腔是否能够争霸亚洲？敬请锁定9月5号、6号东方卫视《声动亚洲》，秦娱乐在线上海报道。